是镇宅符哈，镇宅符也就是说今天盖完章之后，可以立刻拿回去贴在大门出入的地方，或者是大门进去后头的墙壁上面也可以。啊，这个贴的期限到最晚就是到今年农历的年底12月31号止，也就是说在明年的初一的时候，不管是早上晚上，只要你看到，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。之后呢，拿到附近的公庙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拿去化掉、烧掉就对了，把它化掉，不要乱丢，就这样子啊。它最大的功效是在农历七月这个部分啊，因为那个孤魂野鬼都出游嘛啊，所以说它最大功效是为了要遏制这个七月份的时候一些啊好兄弟哈、啊、去扰乱家里面。所以说最大功效是这样，但是你要贴到年底也可以，都很好。它最大的功效就是遏制孤魂野鬼到你家来骚扰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